草莓共快看 DAC 去年热销超过3000颗的黑加仑草莓巧克力蛋糕终于强势回归啦。浓郁的巧克力加上覆盆子的粉红内馅，看了口水都要流下来啦。爱吃甜点的你绝对不能错过这甜蜜的滋味。黑加仑草莓巧克力蛋糕以入口极浓的巧克力，搭配上浓醇覆盆子、可口草莓与黑加仑制成的奶油内馅，交织出酸甜不腻的口感，令人忍不住一口接一口。黑加仑草莓巧克力蛋糕顶层点缀新鲜香甜的整颗草莓，在浓郁巧克力酱的衬托下，有如红宝石般的闪烁耀眼。戚风蛋糕体采用精选黑巧克力制成，口感绵密松软，细细品尝还可以感受到苦甜巧克力的多层次风味。而中间内馅则抹上厚厚饱满的莓果奶油馅，选用高品质草莓与覆盆子制成，布满鲜切块草莓果粒，口口都吃得到鲜甜果肉，加上带有浓郁果香及鲜明酸度的黑加仑，使草莓、覆盆子的甜与黑加仑的酸达到完美平衡，口感丰富再提升。喜欢黑加仑草莓巧克力蛋糕的朋友们，现在就手刀到全台 BAC 门市和官方网站订购吧。